想要对峙现在，首先必须要提起勇猛精进心。精进可以度懈怠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缘境之中永远不懈怠，那就是静。心一念一行一，那就是精。纯一而不夹杂，这就是精进。精进生定慧，精进是度懈怠。修学不厌，教化不倦，无限广大的精进。二是目标有限，急于治疗，所以不理人，赶快要修。那么一切善法了，勤勉啊，求进的精神，都是要精进的。精的是专一不杂，进的是勇猛前进。大悲心、般若空慧的支持，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力道有情啊，穷未来去。布施之后不升起自己的东西，会缺少减少的这个想法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是圆满精进的婆罗蜜。精进是努力求精纯进步，精进是长期的努力，细水长流，不要以一曝十寒的方式修道，要精进，不屈不挠，依方法修行，不松不紧，很快就能证道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吴中瑞彰化采访报道。